要何解？找我讲，我同意才有准算。若是讲未是要行法律，我嘛唔惊你。歹势呢，你来了无拄好，阮大家已经拢参详好势啊。无啊，即马找我参详，要听主你听。这种协议书，我要印偌济就偌济，我就是要让建明做议长，你无法度阻挡我。周先生，你若是坚持用这种无正当的手段，是要替我何解？让王建明坐去你议长的大位，那呢我一世人拢会看你。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无可能目睭金金看你吃官司。王建明是啥物款人？你敢无了解？伊的目睭内底只有钱。干来想什么代志对伊有利，根本无够别人死活。伊顶个阁是要偷摕我的钱，这种人哪有可能会做议长？就算讲会做议长，伊若无迄能力，最后伊嘛先落台。你免想遮济，最重要是伊袂当有代志。你为着要甲我斗相共，去牺牲病来管，这是咧替我做孽。我代志上好莫管，也若无我对你会更加无了解。万一最后法院判落来，你哪会放乖呢？我若是做唔对代志，应该负的责任我绝对袂相撇，就让法律来决定。难道是恁？若是想要用这种恶波把代志收掉，我是无法度跟你做的。啊，不过我会把恁私底下协议过程写出来，好上。到时阵就看恁是要安怎面对社会。我嘛等你看，王建民敢有迄个面坐去你议长的大位？你这小查某啊，什么叫做见好就收？你唔知啊先？对，因为我有我的原则，向来讲拢无。即摆要安怎？何解代志就莫阁讲啊。彤彤啊，真歹势，就当作阮今日无来过。曹爸，你要反悔哦？就算我要告王亚芳，你嘛无要紧先。可算亚芳若唔知影，就准拄煞。啊！我即摆已经知影，我都必须要尊重伊。恁根本就是咧甲人装笑的嘛！你就这么听王亚芳的话哦？你敢真正确定伊就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？我看你也是搁去验一摆 DNA 啊，可免最后发现家己被骗，伫遐咧堆心肝。请你卖搁批评伊。本来就是啊，迄王亚芳上高的就是骗查甫人。刘清源嘛是互伊骗到公公死，所以就算伊骗你，嘛无啥物好意外啊。迄个查某就是靠骗查甫人伫过日子的啦。拄仔彤彤讲的话，你敢有录音？有。恁有录音？阮未来就开始录音啊，周小姐。你安尼讲王亚芳，阮会过去回访。你告助理去告，是不是告会成？告唔知影嘞。恁爸妈本来对建明应该真感冒啊，可是讲了，佫因为你后壁讲话吃官司，我想，因会对恁阿母更加无谅解。我可劝你退小姑嫂，莫佫针对亚芳，安那无，最后吃亏一定是你。有人哦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啦，想要共人咬一嘴哦，颠倒去用扇嘴皮啊！你这乌巴桑，哪会这样鸡婆啊？你把正面前途毁掉，你敢知影？你想做咩安尼做？你讲啊！你对我讲话较尊重诶，我是你的大哥。你做一个大哥，无做大哥的款，叫你乌巴桑多好尔啦！我可劝你。你上好是把身体顾好些，莫有啥物事甲出。若无，我绝对叫建明哦，把你送去养老院啊，甲恁翁做伙做厝边。我一定会保重我家己啊！真正是家门不幸，出你这款歹媳妇啦！那还阁无接电话啦，建明，啊，你到底什么时阵才要回来啦？
恁迄个某哦，一天到晚安尼忤逆我，我实在无法度忍受啊啦！当初哦，叫你莫娶伊，你硬要娶啦！我即马连一天都无法度甲伊斗阵，你紧倒来管伊啦！你是安怎当我的手机啊？相公，你要讲我的歹话，又搁去找建明斗，你无想要跟我斗阵哦？我真无想要跟你大做伙的啦！即马时代无同啊，你莫叫是讲新妇拄到你这种歹大家，敢那会当吞忍？我甲你讲，我无得惊。你看你讲的什么话？我是照事实甲建明讲，我倒一句讲唔对。你即马唔是咧忤逆我，无啥物是忤逆啦。就是要跟笨手控制会啊！你这摆是咧创啥？你若真正敢伤害我哦，迄革命一世人袂原谅你哦！我这摆若是无处理，我只会一世人拢袂原谅我家己。真正恶人无胆呢，我只是要提家刀架死你尔，你就是讲我要甲你杀啊？你哪会是这款人啦、啊？我无你这款心目，你给我出去出去！你是凭啥赶我出去哈、啊？这是阮家，你是嫁来新妇尔，我有资格赶你出去？妈，你真正头壳无好，记忆嘛歹呢，还是你已经有失智症啊？你袂记啊？当初恁翁欠少，母甲这间厝去让抵押，若不是靠阮后头厝，伊早就让赶出去，伫咧外口流浪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即卖有钱哦，新妇嘛会当做大家。你若真正有才调，就甲你迄个老的做伙搬出去，安尼你又免伫遮互我熬叫啊！哦，出去就出去。林山吼，即马决定要家己搬出去，这是你家己心甘情愿要出去的哦。莫到时搁去见面的面头前哭，讲我甲你苦毒哦。你是讲我啥？这哦是防狼喷雾剂啦，专门对付你这款心肝恶毒的人啦。你免少想，把我赶出去啦。要出去哦，你家己出去。这间厝是建明爸爸的名，什么人都无法度赶出去。你若住了未爽快吼，你倒来恁家住啦！哎，你是啥个话啦？阿妹啦，即马才倒来开始尔，为滴建明这几间无伫的，我嘛免阁嫁啊，咱就等你看，最后是谁无法度阁住伫这间厝呢？创啥？你刚才起码几点？八点外吧。大家拢起床啊，准备要去上班呐。啊，你搁咧困啊？我唔免上班呐。你莫搁把囡仔拍开啊！我要继续困啊。你困你的，我也无要甲你叫啊。啊！你音乐放煞到这么大声，我是要怎困呐？我咧运动呢，迄音乐较大声，我唔才较有精神。较有精神，好欺负我先。你根本就挑工诶！凊彩你安怎讲啦？今日要出这种恶报，哪里我嘛免甲你客气啊！阿威小姐姐咧，我请人掠走啊啦！啊，若无你搁要用鸟车甲我吓惊哦？难道是你啦？我会记得建明讲哦，你敢那足惊鸟诶吼？想惊鸟啊！我一点仔拢唔惊鸟啊！我甲鸟啊是好朋友哦，见面见唔着啊！我安尼哦，无惊啦吼，啊无惊上好啊！
我哦，甲阮朋友掠一只猫仔来饲，伊号做红彤彤呢。啊，猫仔在倒位？你嘛甲伊放出来哦。嗯。啊，你唔是唔惊？啊，唔是讲迄猫仔是你的好朋友，遐尼紧张要创啊？你要看伊哦，我来抱互你看。妈、欸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你莫甲伊抱出来啦。不爱啦。迄天迄猫车伫我的身躯，啊叫你掠走，你又死都唔肯。我即马互你体会一下，我当时吼，我迄款心情有偌惊。哼，黄彤彤妈妈来啊哈！看你哦，搁敢欺负人！带伊的狗仔来，啊！伊就讲要甲彤彤暂时，我要带阮家咧。啊！即摆伊两人伫倒位？啊！我带甲伊冤家，我走去煮饭啊！啊！甲伊有拢无人伊，可能出去啊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哎，好啦好啦，莫阁讲啊！我先带你去病院吼，你来坐。我爸上哦，真正有够好运的呢。想袂到这个时阵，我还放竟然来找伊，这嘛表示，伊个我爸上哦，已经咧提红利啊。啊，若无我还放，那有领导的收息。我你即摆是咧紧张啥货？哎呦，我本来只是想要创伫阮大家尔，哪会知影害伊目睭受伤？哎，唔知伊是不是会变痴迷呢？痴迷上好啊，啊那以后拜后就无法度继续找你的麻烦。啊，不过，你是咧啊？不过啥货？你拄啊，佫想要甲伊斗三工，要脱个歹去哦！哎呦，你带来的狗，害伊目睭受伤，我若是无处理，这明一点怪我。这哪有啥货？是狗害伊受伤的，到时阵你就甲责任撒予狗，安尼唔着好啊！你唔免紧张啦。